的弹性是我们的六颗星弹度，后面是做这种松紧带的。那 S 号就买 S， M 就买 M。我觉得它的那个腰身啊，或是它整个大小，我觉得空间感都很够。它这个啊是有一点这种微松微松小老爷裤的感觉，然后后面一样是两个口袋给大家，弹性非常好哦。春夏天一定要来一点小切口，那它的切口是在我们的大腿的中间，所以呢它也不会再剧烈的破下去。那我的身高是161公分，我大概折了两折，然后继续大家折一折，等一下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其实我们两个身高不太一样，然后我们的尺寸也不太一样，所以我们两个穿起来的感觉或多或少也不太相同。像我穿的是 M 嘛，然后我想要微扎一点薄的针织衣服，它是穿得下去的，它整个都有弹性，然后这边有点刷破，但它也不会去挤肉的刷破。它细节是这样子，就是有一点浅蓝，但是又不会到太浅蓝，因为现在还在转换季，它还没有到整个很夏天的那种蓝，我觉得季节还不到。它已经很弹了，刚刚据说它已经很弹，可是它还是做松紧腰给大家，整个脚从头到脚都是弹的。